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老师，欢迎各位粉丝在关注来关注版目前 S4 的捷克啊，迪友硬扛潘毒奶，哼，搞得你能扛得住一样。入练前锋昆虫加杂技，这套阵容的话，昆虫这个点其实打捷克是蛮厉害的，但是捷克是肯定不可能去抓昆虫的。这边如果能上来抓到入练师带的是个传送，其实节奏不差的。抓杂技嘛，那就是对吧？这个。拼操作了，纯粹就拼操作了，看两边的一个技能对放，谁能够掐住对面的节奏点了。第一波这里绕，他是没有带淬火的，天赋上面是一个踹板子。那这样的话没有淬火，他其实有淬火呢，淬火早入练我觉得也可以，但现在的话可能第一波就要交传送，传送落地是个昆虫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这牌点已经没了呀，兄弟，你已经走远了。说实话，真走远了。这边传好像是个，哎，还真传到入殓师了。哎，这个牌的似乎，但是我觉得他这边应该是有过选择的，就是我不传大防，大防这个人难抓。入殓的话，这边这一刀误认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办法，因为杰克这刀误认捏得很准，捏得很稳，直接两刀。舒服呀，看一下灵柩放哪里。灵柩如果说是放在那个大房里面的话，其实还行，有昆虫帮忙保护一手。灵柩的位置虽然说有点远，但是毕竟这个点不够强，偷偷摸摸的往里面苟进去。哎，这边再排，排了一圈。那这个位置应该能找得到，因为他前面的位置都已经排了，那这里肯定能排。他很清楚这边入殓师会选择的是苟住而不是拉点啊，这个确实经验很丰富啊。这样打完以后，整体上面来讲，我觉得保平真胜了。那得前锋和昆虫来打一波架，求忍的机子是肯定不够的，因为这个二挂挂的太快了。算一下总量加起来，现在是修掉了3台半。求者这边似乎也没有打算再来救这个入殓师的意思。前锋现在再过来，是不是稍微的拉球误认？漂亮！哎，帅呀，打得真不错啊！这个点牌的好，节奏不断，挂飞一个，再挂一个。外面的机子我们算一下，昆虫这边就算修掉还差半台机，差的是入殓师那半台。杂技这边有搏命，但人不一定能够全身而退，就是你可能能救下来，但是有可能就是一个双挡。入殓甩漂亮，哎，但是我这刀没挥中，打中的是杂技。好的，这边踩一脚进隐身追这边的前锋，那打得真不错呀，不愧是 S 级杰克啊！那有这个资本硬扛，这边隔窗刀有了。这开局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跟我一样，觉得这个局杰克已经走远了。但是他这边的一个传送，是真的让他传到了入殓师，这个是没想到的。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前锋，当时那个位置的前锋，其实我觉得。在我的那个第一视角，我看他看的第一视角应该是没有看到中间这个位置的人的吧，他可能是有过考量的，就是这个点位敢修的一般来说都是救人位中场嘛。然后呢大房里面我传进去了，这个位置也不好抓，我就传一个后面好抓的点，哪怕那个人是杂技昆虫我也抓了。我觉得这样的话呢，他抓击倒以后，如果说是入殓师，那你就要灵柩或者怎么样，你反正除入殓师以外的人，他还可以压住一台遗产机。基于这些考量，他选择这样一波传送，我觉得有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来到了这里的话，应该是打一个实体刀吧，杂技教自己的一刀实体先打，昆虫这边拉走传送过去，把这杂技给秒了，踩一脚往前走进隐身，321传完成一个四抓了。哎，打得很细啊，思路很清晰，操作又很好。这个确实不错啊，确实不错，有水平啊，有水平。你还别说，他上来如果说真的是看见这个杂技了，跟杂技
对吧？刚一波，哎，说不定还让杂技溜起来呢。一刀，好的，带走，踩脚隐身进，然后去找这边的昆虫即可。要挂吗？要挂，我是不推荐挂的。挂了呢，那边可能就有一定的机会了。可能本来百分百的一个四抓，现在挂的话，可能就90%的一个四抓，或者95%的一个四抓。他这边是没有能排到，或者说没有能够预估到那个昆虫的一个位置，因为我们上级视角知道的，这机子又不够，然后这边昆虫的这个位置是肯定不可能把机子修亮的，捞人嘛就更加不可能了。这边慢慢排。昆虫这边翻箱子，这个箱子翻了你也用不了，你得把这个虫子用完了，你就算翻根针你得把这虫子用完了。耳鸣出现，好的，翻了个啥看一下，好像还真是根针。这刀误刃，这刀误刃是没打出去吧。杰克这边想要追四的话，他要排清楚地窖的一个位置，因为昆虫是肯定知道地窖位置的，刚才昆虫就在地窖那边晃过的。现在的话这个位置我觉得昆虫能跳地窖了，因为误刃拿他没办法，他得往前走。哎，不进隐身了。哎，昆虫没敢往前冲，没敢往前冲我觉得就没了，他只能冲的呀，刚才那个位置只能冲，能不能冲进去不知道，但是只能冲。你一旦位置被拦住了，你是个半血，一定倒。改那个不行，我们下一节，拜拜。